在金庸武侠中，你熟知但却往往忽略的一门拳法，就是周伯通的空明拳。他作为《射雕》和《神雕》两部都与男主角产生极大关联性的拳法，很多人倒是忽略了他的威力。九徒也曾一度认为这门功夫只是一个外加的辅助功能，并不会起到什么关键性作用。比起降龙十八掌、九阴真经这样的真枪实弹，他着实有些小巫见大巫。不过直到后来九徒再回看的时候，才被生生的打脸。空明拳是由后来的五绝之首周伯通所创立，之前九徒也低估了他的实力。他在被黄药师困于桃花岛之际所创立的十六字诀、七十二路功夫，这门功夫也代表了他对武学理解的最高成就。他在桃花岛苦练十余年，忽然参悟到以虚击实、以不足胜有余的妙旨，因而自创出以空柔为主的七十二手空明拳。咱们以周伯通传授郭靖这段为参考，在他授以郭靖这段的时候，很能体现这路功夫的招式和要旨，即以空而明四字为最核心的理解。若袖手静观，能因内心澄澈而明解妙意，那正是所谓旁观者清。此前周伯通在郭靖的教习过程中，两人日夜不停如此这般的拆招过拳，郭靖是少年人，非睡足不可，若非如此，周伯通就是拼着不睡也要跟他拆招。郭靖只摔得全身都是乌青淤肿，前前后后摔了七八百跤，仗着身子硬朗才咬牙挺住。但周伯通在洞中十五年悟出来的七十二手空明拳却也尽数传给了他。这段中可以看出空明拳的在实战过程中并不拘泥于一招一式，而是见招拆招。他基于道德经所创造出的空明拳，道德经有云：兵强则灭，木强则折，坚强处下，柔弱处上。又云：天下莫柔弱于水，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，其无以易之。弱之胜强，柔之胜刚，天下莫不知，莫能行。这和乔峰、郭靖的降龙十八掌与之相对比，故而空明拳讲的是阴柔二字。再看空明拳的实战经历，最精彩的就是他与杨过的交战。周伯通虽以单臂应战，然招数神妙无方，杨过仍敢应付不易。瞬息间二十余招过去，杨过暗想：我虽只一臂，但方当盛年，与这年近百岁的老翁拆到一百余招，仍是胜他不得。我这十多年来的功夫练到哪里去了？但觉周伯通发来的拳掌之力中刚阳之气渐盛，与空明拳的一味阴柔颇不相同。心念一动，猛地想起了终南山古墓石壁之上所见的九阴真经。此刻周伯通所使招数正是真经中所载的一路大伏魔拳法，权力笼罩之下，实是威不可挡。自练成这黯然销魂掌以来，所遇强敌当以此翁为罪，若要胜他委实不易。倘欲真分胜负，非以内力比拼不可，那时若不是一死一伤，便如洪七公与我义父比武那般闹个同归于尽，却又何苦。这场交战以杨过叫停、周伯通认输终止，但实际上两人之间是打了平手的，也就说明空明拳的实力并不输黯然销魂掌。那么太极拳呢？太极拳为武当创始人张三丰所创，张三丰是一代宗师，在《神雕侠侣》结尾只是初显其名，在《倚天屠龙记》里面才真是大发光彩。太极拳是众所周知的一套拳法，太极拳法讲究行云流水、含蓄内敛、以柔克刚，要是到了融会贯通的地步，便可达到使用者达到气、意、神、形渐渐地趋于圆融一体的至高境界。但在很多人的认知中，其实是把太极拳当作是低配版的空明拳的，他们二者都是道家拳法，而且其中也有些许的相似之处。不过这个观点到底正不正确，咱们接着往下看。当初赵敏带人到武当派砸场，张三丰被刚相打伤之后，现场将太极剑、太极拳的功力传授给了张无忌。
尤其是初始教的时候，张三丰使到上步高探马，下步揽雀尾，单鞭而合太极，神定气闲地站在当地。虽在重伤之后，一套拳法练完，精神反渐健忘。他双手抱了个太极式的圆圈，说道：这套拳法的诀窍是虚灵顶劲，含胸拔背，松腰垂臀，沉肩坠肘，16个字。纯以意形，最忌用力，形神合一，是这路拳法的要旨。再行细细解释。而后张无忌在与阿三过招之时，可以看到张无忌的招式，转过身来，右手圆转向前，朝阿三门面挤去，正是太极拳中一招高探马。阿三右手五指并拢，呈刀形斩落，张无忌双峰贯耳，连削带打，双手呈圆形纳出。这一变招果然体会了太师傅所教圆转不断四字的精义，随即左圈右圈，一个圆圈跟着一个圆圈，大圈小圈，平圈立圈，正圈斜圈，一个个太极圆圈发出，顿时便套得阿三跌跌尿窜，身不由主的立地不稳，犹如重撒昏迷。也就是说，太极拳基本上是靠着画圈借力打力，把对方打得晕头转向，不知道你下一招会出什么，才达到了克敌制胜的效果。而空明拳却注重承受与宣泄，见招拆招，遇见的对手越强，花费的时间和招式就越多越强劲。如果问九徒他们二人之间谁更厉害一些，可以参考一下《易天》这段原文。据说贵派创派祖师郭女侠的父亲郭靖大侠，资质便十分鲁钝，可是他武功修为震烁古今。太师傅说他自己或者尚未能达到郭大侠当年的功力，也就是说张三丰自认为是远远没有达到郭靖的高度，原因可能就在这套空明拳。太极拳的绝技无外乎于这三点，以柔克刚，借力打力，还有找事随机应变，可空明拳却在这三点上却还加上了空、动、风、通、融、梦、冲、穷、中、弄、同、庸、攻这13种领悟，因此在九徒的分析里更认可空明拳更强一些。